隋唐姐就是漂亮的程度离我太太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但是我相信我太太穿也会很好看。因为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常去金像奖活动，所以这个初级奖我们跟主持颁奖典礼比起来，有比较不尴尬。这个还是轻松比较多啦，对啊，我尽力让今天不要太尴尬。隋唐有看吗？没有，我刚好在国外。你刚才在读，很逃过一劫。可是我觉得当主持人很厉害，很勇敢，很不简单，是一个真的是个苦差事哦。谢谢，厉害。所以威廉回去，我有说什么对于这个东西表现吗？他都很鼓励啊，说哇，恭喜完成，就任务达成了。对，完成了这么一个等待的任务，就让你想说，今天一身上的裙子就可以套上自己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件衬衫，对啊，这是很适合夏季，这个材质真的很好，我一直不自觉的 touch myself 这样子。所以唐觉得，就是今天身上最实在和最有感觉，应该也是我身上的这一件。它也是像风材质，非常凉爽，很适合休闲的时候，那也很适合度假。所以威廉就是平常会特别挑金，看金片就会特别帮老婆看东西。哦，会啊，但是也诚惶诚恐，因为很怕挑到他不喜欢的东西。我觉得刚刚隋唐姐说她想要把身上这件带回去，其实我也蛮想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也蛮适合太太穿。对啊，隋唐姐就是漂亮的程度离我太太差一点点，但是我相信我太太穿也会很好看。对啊，刚才是在自救，存活，我热爱生命，是啊，热爱生命。之前有挑错的东西会被吗？不至于啦，还也不至于。对，我跟我太太相处比较直接一些，我就直接问她说：“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看？”你想要？对，便利认证，对，放信用卡，对，卡拿去，号码是这个。所以她比较不在意什么惊喜感。我老婆蛮 practical 的，但我给她惊喜比较是买束花啊什么这种的。她说：“哦，怎么这么好？今天有花。”我说：“热爱生命。”对，情绪多好。没有啦，就是小情趣嘛。这个是常发生吗？是过节都会这样？我觉得我很喜欢在不是特别的什么纪念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做这件事，就有个惊喜感嘛。因为就觉得要还是需要经营。我也觉得花蛮好的，而且这种不是节日的时候会，女生好像会特别觉得你有把我放在心里的那种感觉，小惊喜，很厉害。很会，就是蛮会，是不是教所有的男性朋友们？